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分林古溪花南社区的农民伊清莹阿嬷转行来种这个文心兰，即卖唔呐将做当地重要产业，嘛出口到日本，和国际看到分林农作物的好品质。本心蓝花农伊清莹看花发到水泡，伊讲过去是伫咧做金串，因为传统产业失去，才改做种蓝花。我较早就是做纸，哎，迄苦啦吼，藤条无土吧，无得种咱农作物种种花花安尼。太太讲，照顾蓝花是真够空，因常常掠虫掠到半暝影，佮讲本心蓝佮分级数。相关级的 A 级主要是出口外销。阿公某种花，若看到花开得真水，就感觉上价值。长辈他们也都会进到华南国小去跟孩子去交流种植这些文心兰，你怎么样去认识它的等级？你在照顾的时候该怎么照顾？根据统计，日本的文心兰有九成来自台湾。协会嘛讲，文心兰产业有影是台湾的骄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